今次我想分享呢就係 TV 槽。其實呢而家越來越多人呢做一啲 TV 槽呢去收藏啲電線㗎。咁呢個單位呢就做咗嘅。大家見到呢呢度有一個窿啦，同埋呢度有一個窿啦。其實呢喺入面呢我哋收藏咗一條呢一寸乘兩寸嘅喉管喺入面嘅。咁如果部電視裝咗喺度呢，嗰啲網線啊或者電線呢就可以經過牆身後面呢個槽啦拉落下面。咁到時呢可以插返個插梳啦，或者綁返嗰個寬頻位啦，成件事呢睇落去呢就會美觀啲啦。现有客户 refer bonus， 现有客户每介绍一位，每签单超过20万就可以得1000蚊现金券，按比例无上限，仲唔快啲介绍朋友？